简单又好吃，做的凉拌竹笋，下饭又开胃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凉拌竹笋。现在把清洗干净的竹笋放下来，焯一下水。把焯好水的竹笋，现在给它沥干水。现在就把这个酸笋放下来，然后呢，再放一点辣椒，放一点花生，放一点蒜头，再放一点辣椒油，哇，再放一点芋泥，然后呢就搅拌了，然后全部拌均匀了，哇，就把这个香菜放下来，然后继续的拌，哇，流口水了。爱吃啦，可以可以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一招？要是女孩得了。太好吃了，而且它很脆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很下，很下粥。哇，好吃。这个蔬菜也能吃出奶味。特别是七粥更加好吃了。